恭请太上洞玄灵宝福日妙经，恭请太上洞玄灵宝福日妙经，恭请太上洞玄灵宝福日妙经。三清总告，至心归命理，道宝经宝师宝，玉清上清太清，一气流行，三清应化，含官默默，不言而善运四时，正色空空，无极而化生三境，大罗天上，金阙宫中，虚无自然，三清三境三宝天尊，太上洞玄灵宝，福日妙经。本卷，天尊言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欲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之中不堕众难者，至心受持此经及诸福日，修善建功，健身安乐，命过飞天。天尊言，正月、三月、五月、七月、九月、十一月此常斋月，能避是月修斋者，健身先度，举家康泰，七祖无为。天尊言，正月七日，天曹迁赏会；七月七日，地府度生会；十月五日，水府健身会。是三会吉日，能于此日常斋者，万劫家门，不遭瘟气。天尊言，正月十五日、七月十五日、十月十五日是三元斋日，能于此日常斋者，延寿益算，不见众苦。天尊言，正月一日天腊，五月五日地腊，七月七日道德腊，十月一日民岁腊，十二月玉腊，王侯腊，每月一日十五日甲子，本命庚申日。有人能于此日常斋诵咏经文，无怨不会。天尊言，每月一日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是时值之日，常斋者生死受福，万劫安乐。天尊言，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是八节斋日，行道持戒，常斋诵经，居门心庆，七祖欢乐。天尊言，能于福日常斋，万劫无殃，见识安乐。若复有人，自能书写此经十卷，除罪万劫百卷，魔王护念千卷，飞行众邪魍魉五不瘟疫，不过门户，当敬善神，常来利益，前劫今劫罪皆除灭，能为善人书写受持者，福报无穷。若复有人，临难斗争，虎狼毒虫怨劫，恶人征战，生产即是风波盗贼，诸所疾病，即欲寿终，诵咏世经，上圣飞仙，迟来救度，一时解脱，无怨不会。此经是至极真人受持之本，得道之宗，若见思经受持诵咏，无不先度，不见是经，无由得道。于是众等闻是说已，稽首礼谢天尊，信受奉行太上洞玄灵宝福日妙经中。